哼，你那个不行，看我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的一期《印度玩的福》，我是印度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是来讲我之前一直都很想评测的一款手拉发射器啊。就是这一款乐府精英系列的圣甲虫。近些年呢，国产的炮壳玩具也是发展的非常厉害啊。像这种乐府的原厂炮壳发射器呢，现在基本已经很少人去关注它了。说实话吧，像这种原厂发射器呢，如果抛开它的性能方面，它这个把玩的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就像这一把圣甲虫啊，它也是给了我不少的惊喜。我们现在先把它拆开来看一下。现在呢，就把这个本体给拆出来了。这把发射器呢，作为副手来说呢，还算是比较大的了。再看一下它配套里面有什么吧。原厂灰机里面呢，就配了两张说明书，一张是中文，一张是英文。然后呢，就是一个六发的基因软弹。再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弹壳，这个应该叫弹鼓吧，不叫弹壳。但是孩之宝呢，也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也叫弹鼓啊，所以我就把它叫弹壳了。其实这个本体里面呢，还藏多了一个弹壳，在这里。来看一下它这个本体吧。这把发射器拿上手的第一感觉呢，就是大，非常大。拿它作为这个主手使用呢，也完全不过分啊。发射器的裸重呢，大概在373克左右。如果装上了另外的两个弹壳呢，大概就441克左右。这个重量还行吧，对于这个体积来说呢，这个重量还算是比较轻的了。发射器的整体配色呢，是一个橙蓝灰的配色。那么它也是延续孩之宝精英系列的一贯传统啊，只有 logo 的地方呢是有涂装的。发射器的握把处呢，外表有一些防滑纹路啊，这一点孩之宝还是做得很好的。然后握把下方呢，也是给了你一个挂东西的地方啊，自己可以挂绳啊，又或者挂一些小饰品之类的。这一个握把与护手的距离真的是超级的远啊，就算是成年人的握起来也是挺舒服的，丝毫也不觉得挤。至于说这个护手呢，它除了护手的功能之外呢，还额外多了一个功能啊，那就是收纳功能。它这里可以收纳发射器附带的两个弹壳。收纳的卡扣设计呢，是一块软胶，所以在放和拿的时候呢，都会有明显的阻尼感。总的来说呢，收纳起来还是挺稳的，起码不会很容易的掉出去。既然说到弹壳收纳呢，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弹壳吧。这一个原版弹壳呢，是可以装进3颗基因弹去发射的。装填的时候呢，要尽量把软弹按到底啊，不然的话可能会尿弹。目前市面上呢，这个弹壳其实还是可以兼容孩之宝的多把发射器的。比如说精英系列的这一个 DS-15 啊，三角龙，刚刚说的那把发射器呢，我以后可能会做视频啊，可以留意一下。这东西现在市场价呢是20到30块钱一个，好像现在也有人做出了 3D 打印版啊，各位有兴趣同学呢可以自己去搜索购买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再讲回这一把发射器啊。这把发射器呢，其实它的扩展功能非常的少啊，只有护手下面有一束导轨，也不要想着拿它去上太多这种战术配件啊，没必要，真的是没必要。外观和功能方面呢，就说到这里啊。接下来说一下它这个发射模式吧。首先呢，先往弹壳里面装填3枚基因软弹，然后推开发射器左手边的这个拉杆啊，往下推。这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发射器前面这个弹窗弹了起来。这里温馨提醒一下各位朋友，如果想动作流畅的话呢，推的时候要用力推到底啊，不然的话呢，它就会弹一半卡住在这里。这个弹仓弹上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弹壳放进去了，然后呢再用力的把这个弹仓按回去。最后一步呢，就是拉动后面这个橙色的滑块上膛。这一个滑块呢是自带回弹的，手感还不错。接下来扣动扳机呢，就可以直接发射了。打完之后呢，重复以上步骤啊，把这个弹仓给弹起来，然后再手动更换里面这一个弹壳。这里有一点呢，我觉得非常可惜啊，就是它这个弹仓打开之后呢，它这个弹壳不能自己弹出来。如果说增加了这个功能呢，把玩性应该会大大的提升吧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不想打开这个弹仓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直接从前面去装填这个软弹的。那么好的，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性能测试环节了。它原厂3颗一体发射呢，初速大概在11左右，非常的稳定。但是呢，它其实还是可以单颗发射的，因为它原厂是附带了这一个智能空堡。单颗发射呢，初速就可以去到15左右。这一个成绩呢，对于原厂来说还算是比较可以了吧，毕竟它还是一个灰机。然后呢，再看一下它弹道方面的表现，在这一个10米以内啊，这个弹道的表现勉强还可以吧。虽然说它的初速不是很高，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上靶率的，毕竟它还是勉强算一个原厂的手喷吧，对它的要求确实不能太高啊。好的，视频的最后再说一下它这个改装的方面吧。
其实这把发射器呢也是出了很久啊，市面上现在有很多成熟的改装方案，各位有空呢可以自己去搜一下，反正一搜一大堆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把发射器我还是挺推荐购买的。第一呢是它的价格并不贵啊，现在市面上全新也就60多块钱吧，真的是可以买一把玩一下。第二呢就是它真的非常的好玩，但是如果你是性能党的话呢，确实是要考虑一下了，可能这一把不是很适合你。那么好的，这里是零度玩乐府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麻烦点个赞谢谢啊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